大家好，又到了 Costco 每周特价时间。周一早上，每升油价已达到两块零九，真是活久见了。眼下除了股票下跌，什么都往上涨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早上超市购物的人明显增多，甚至有些恐慌性的购物，都是整车整车的买，像卫生用纸、洗衣液、洗发水、香皂之类的日用品。 购买量明显增加。周一早上最抢手的就是牛尾和猪肉碎了，折扣都不小。这一期就尽量多介绍一些日用品特价，看到合适的就可以下手了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威灵 n 店都有哪些特价。牛尾原价二十二块九毛九，减五块，现价。 十七块九毛九，这有点出人意料。清早进来的人有点傻眼了。标签上已经按十七块九毛九标价，每盒不到两公斤，人们都是两三盒的拿。不管以后价格怎么涨，冰箱的肉类也是够丰富的了。猪肉碎原价十七块九毛九，减四块，现价十三块九毛九。 这款三公斤装的猪肉碎一直深受喜爱，不打特价，人们都爱买。这个时候看到特价，更是喜不自禁，那是没商量呀！几分钟再回头，就已经剩下一个空格了。除臭清新剂原价十一块四毛九，减两块五，现价八块九毛九。这款清新剂可解决沙发、地毯、床褥等的异味难题。 采用独特的分子，通过深入植物纤维去除异味，达到深层清洁的目的。只需在这些难以清洁的植物上喷洒，然后让它自然晾干，可消除异味，并留下长达七天的清新香味。清新剂适合所有的植物。这一组两瓶，每瓶八百毫升。海绵纸巾原价二十二块九毛九，减五块。 现价十七块九毛九，这款超柔软的厨房纸巾，两倍强的吸水力，可以快速的吸收油分子和水分子，无需再用毛巾擦除。厨房擦水抹油必备的用纸，看到特价，人们也不管家里有没有了，反正都是要用的，往车上搬就对了。这一包十二卷，大蒜奶酪手指披萨。 原价十二块九毛九，减三块，现价九块九毛九。手指披萨热乎乎的拿在手，一口咬下去，外脆内软，还能拉出长长的丝来，吃起来更方便了，直接塞进嘴里，美味不输给常规的圆饼披萨。鸡肉派原价十三块四毛九，减三块五，现价九块九毛九。 这款派内包裹的是浓郁温软的鸡肉块、浓汤、青豆、胡萝卜等蔬菜，还有丰富的奶油酱、酥脆的外皮、多汁鲜嫩的鸡肉内馅，真能解一时之饥。加上方便，也成了人们冰箱的必备之物。也有叫它鸡锅饼。这一盒有八个，带流苏 T 恤，原价十七块九毛九，减四块。 现价十三块九毛九，这款 T 恤有点特色，采用柔软的棉混纺竹节针织面料，胸前上部是全棉质的孔眼，圆领以流苏封口，宽松型版，简单的田园风格，大方舒适，居家外出都适合。下半部分的面料是百分之六十棉，百分之四十莫代尔。Model, 有多种颜色、尺码可供选择。弹力蕾丝边内裤，原价十六块六毛九，减五块，现价十一块九毛九。这款女士蕾丝边内裤由无缝四向弹力面料制成，提供持久的可用性。超轻尼龙混纺，可快速干燥。纤细光滑的腰带，确保没有可见的内裤线条。每盒五条。 不同的颜色适合搭配，有不同的尺码。食品储物盒原价五十七块九毛九，减十三块，现价四十四块九毛九。这款储物盒由不易破碎的材料制成，硅胶垫片集中在盖子中，具有气密性密封的带锁盖，轮廓手柄易于操作，用于安全堆叠的凹凸卡位。 组成一个模块化的储藏室，适用于糖、面粉、咖啡、大米、意大利面、坚果、糖果等，可安全在洗碗机中清洁。这一套有不同尺寸的八组，还带有可计量的勺子。衣物去污剂原价十一块九毛九，减两块五，现价九块四毛九。这款采用强效抗污成分。 和煤配制而成的去污剂，可快速渗透分解去除顽固污渍，适用于所有不褪色的可水洗物品，也适合所有水温。方便的扳机喷雾，可快速轻松的处理污渍。喷雾器装八百八十七毫升，补充瓶三点八升。加德乐运动饮料原价十七块九毛九，减三块，现价。 十四块九毛九，这款百事公司旗下的非碳酸性运动饮料，开始是提供给运动员使用，现在已成为一种常见的零售饮料。减少含糖量，补充水分，并补充因汗水流失的电解质，帮助维持正常的水和电解质平衡，在运动后有效地提供身体能量。这一组二十八瓶，每瓶五百九十一毫升。 有葡萄、水果 punch、橙子、蓝莓、石榴四种口味。无线充电站原价七十九块九毛九，减十块，现价六十九块九毛九。这款可容纳多台设备同时充电的支架，外观时尚大方。对于拥有 Apple Watch 和多台兼容设备的人，这是完美优雅的解决办法。磁性手表支架。 支持所有 Apple Watch 型号，充电板适合 a i r p a d s 或第二部手机，还可以通过后端口为两个额外的 USB 设备充电。LED 指示灯显示设备的充电状态。放在床头柜、办公桌、橱柜等任何地方都井井有条。干拖布原价二十块六毛九，减四块五，现价十六块一毛九。 清洁前取出一片，放在拖把位置下方，反折处卡进上方四个孔，就能随意拖动，不必担心滑落。加厚的布身无缝的贴合地板表面，有效清理并锁住灰尘，可以吸附头发和宠物毛发，连缝隙的灰尘也不会放过。清洁功效是普通扫帚的三倍，非常适合清洁厨房、浴室等区域。 适合在木质地板、瓷砖和塑胶地板上使用。这一盒八十片装。石拖布原价二十块六毛九，减四块五，现价十六块一毛九。搭配同一品牌的拖把使用。如果说干拖布的功效相当于扫帚，这款石拖布就是拖把了。使用干拖布清洁地面后，再用石拖布深度去污。 能去除顽固斑点，还可以带来清醒的香味，是家居清洁的好帮手。这一盒六十片装，旋转拖把套装，原价四十一块九毛九，减九块，现价三十二块九毛九。前两周才介绍过这款拖把，最大的好处是不必频繁换拖把布。当年购买也是两个拖把头，用了近十年。 独特的水桶设计，内置拧干器，可免提拧干；脚踏板设计用于激活旋转拧干，可控制水分含量，方便好用。这一套包括一个拖把、两个拖把头和水桶。低过敏性洗衣液，原价十七块九毛九，减四块，现价十三块九毛九。这款低过敏性洗衣液采用植物成分制成。 还有酶提供额外的清洁能力，有很好的去污力和深层清洁力，适合所有衣物，不含甲醛和染料，适用于所有水温。这一瓶六点二一升，可洗两百一十次。多功能清洁剂，原价九块九毛九，减三块，现价六块九毛九。这款松油香味的清洁剂。 能杀死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细菌，强力清洁除臭，去除顽固污渍，厨房地板、瓷砖、抽油烟机的油污都能轻松擦除，还能用来清洁浴缸、水池的水垢。这一瓶五点一八升，路德清洁面套装，原价二十一块九毛九，减四块五，现价十七块九毛九。 这款深层洁面的套装在清洁的同时，还可滋养肌肤。洗面奶可以用水活化，去除污垢、油脂和化妆品，使皮肤无残留。去角质洁面乳是一种轻盈的凝胶乳霜，含有天然皮肤光滑剂，温和去除角质，同时增强水分，令肌肤变得柔软清爽。这一套有一瓶洗面奶。 两瓶去角质洁面乳，好，这期就介绍到这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，欢迎新朋友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